还是跟自己家人在一块儿要舒服很多。对，我跟圣一在一块儿，他说有的时候我会有那种潜台词，我要这个东西，但是实际他说我可能是不想要。我说我不要这东西，但我心里实际是想要。就是你分没分析出来我的潜台词？哎，我说我还真的没分析出来。我说可能这么多年，我跟松松在一块儿生活，想怎么说就直说，就没有说让大家在费脑子去分析那个潜台词的过程。那我肯定猜不到。他那个家庭的模式是另外的一个方式，对，一个家庭，一个生活方式。你说要去拍戏啊，也是一个临时的组建的家庭的形式，就是今天的这个情景。然后两个都是陌生的演员就来了。哎，真的，真的有这样一个角色在戏里演的真妈妈。全国各位影视公司的老板们、导演们，我妈妈啊，英征啊，可以出演婆婆啊，有相关这样的角色妈妈的，都可以来找她，友情出演，不需要片酬。对，那你自我介绍一下吧，你对着镜头。我是张铎的妈妈。陈松伶的婆婆，我叫邢玉珍，我今年70岁了。今年我参加了《婆婆妈妈》节目组，哪位导演看到我，我要无代价，没有报酬，我要演一个真的好妈妈。你们要给我一个机会喽！好棒！你要让我演高兴的婆婆，我就能高兴起来。啊！蓝天白云，哦，我爱你，我和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能分割。我今天心情可不好受，你们怎么这样对我呢？你再这么演下去，星爷周星驰就来找你了。你这个太都演出悲剧，演出喜剧效果。